来要人命的男星，朱一龙猛里一丰田，他就是让人诧异了。都说倾国倾城，美人笑起来迷人，帅哥笑起来也让人难以抵抗了。下面就来盘点一下笑起来要人命的男星。刘昊然真的就像是一个邻家小哥哥一样单纯无害，笑起来一对小虎牙很是可爱，是不是感觉看着他的笑容伤心事都能往一边放放。关键就这么可爱一个小暖男，内心却住着一个钢铁般的直男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主持人问，现在流行的小狼狗与小奶狗，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？刘昊然张嘴就来一句，我就不能是个人吗？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一排乌鸦飞过。国民校草李易峰的颜值可是杠杠的，之前觉得李易峰在不断寻求突破自己，而且情商高，堪称一动的段子手，看了这就是灌篮预告，才发现峰峰笑起来好帅，有种甜甜的味道，看着嘴叼筷子那李易峰莫名的戳中萌点，想到他小时候的那张照片和现在相比基本没什么变化，紧紧的盯着桌子上的火锅，这是要大开吃戒吗？胡歌一本正经时候笑，就好像冬日里的暖阳能温暖人的心底，但是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李逍遥式的坏笑，甚至还有高兴到气息不匀的大笑。最近也不知为啥，胡歌在微博上一直发各种丑照，颜值高的人都这么任性吗？不过相比于广告博主和失踪人口两种状态，丑照也是可以的。哎，纵使胡歌虐我千百遍，我待胡歌如初恋啊。吴亦凡自出道以来就被打上一个花瓶的标签，觉得他没演技，唱歌又听不懂，但是不能否认他是真帅。而他所主演的《致青春》原来你还在这里中的程正几乎完美的复刻了小说，满足大家对于校草的所有幻想，帅有钱阳光爱运动，眼睛笑起来像月亮一样弯弯的，很是漂亮。朱一龙算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男星，一步镇魂吸粉无数。